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首先，那我们来看看这礼拜又有什么一些旅游相关的新闻。第一个看到一个说，舱门被吹走，波音737 MAX 出包，美国同款机型停飞安检。这就是刚好我们这礼拜上一集直播啊，大家如果有看的话，刚好就有蛮详尽的去介绍这些飞机，不管是空中巴士的，不管是波音的这种各类的机型啊，单走道的啊，双走道客机等等之类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去看一下那个重播啊，里面会比较详尽的介绍。那他今天讲的这一款波音737算是737 MAX 啊，这个它是一个那个单走道的客机啦。那这款飞机其实之前就蛮多问题为人诟病的，就是包括我那个朋友啊，疯狂机长詹姆斯啊，大佬也曾经说过啊，他这个737 MAX 不知道为什么是常常在出状况啊。这个他说窗户和机舱门竟然被吹走，所以要下令再检修，这个是也真的蛮扯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搭飞机看到他们要关舱门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会做一些落实去检查的一些动作，对不对？他手会比啊，对不对？比那个，然后看那个，他们会 double check 嘛，我关左边完，我是去检查右边的，你右边的要来检查左边的，对不对？他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相关的流程和规则在。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生这种啊，只能说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国内航空啊，包括这个华航、长荣、新宇和虎航这些啊，基本上都没有这款机型，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太多啊，好不好？那其实说归说啦，其实飞机的设计其实基本上也是非常安全的，它包括备用的电力、备用的发动的装置，什么自动系统之下还有手动系统、人工系统，这个它是每一个供应的那个系统都是有备用的，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在同一时间发生说很多问题导致于故障，这个其实大家大可以也不用说太担心啦，只是说大家就是多注意啊，多注意啊，好不好？那讲到这个飞机啊，包含机型啊等等这个问题，大家一定就说，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搭飞机什么机型，或是它的新旧、它的机龄等等，对不对？通常越新的飞机通常还是越好嘛，因为随着科技进步，对不对？它设计的检修和那个它机舱内的加压加湿系统，那种平衡系统，那些一定是越做越先进，越做越好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订机票的时候，你拉开它 下面的那个选项啊，它会有一些这段这个航程的一些细节资讯，里面就会提到机型啊。那其实比较新的飞机波音就是777和787啊，那空巴就是 A350 和380等等嘛，这个算比较新型的飞机啦。它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都有一个机队介绍，它会把它这个航空公司所有的机队、所有机型，包含机龄啊和它检修的那个一些日期啊，其实都还是会名列在上面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是飞一些比较大的航点啊，通常你就可以尽量选择这个比较新的或比较大的飞机啊，这应该相对其实坐起来是比较舒适啦。这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再来第二个，看那个年轻人风。非传统居住模式，香港住饭店一个月比租房还划算。这个概念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或有没有想过，就是有时候你现在包含不管买房或租房啊，如果在市区或是交通比较便利的一些精华地段，其实说真的价格也不便宜啊，尤其是像摊在香港或那个月租金啊，真的是负担很重啊。我听过很多地方啊，然后一个月小小的套房啊，租金3-4万、4-5万起跳的都有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延伸出其他的，像他刚这个新闻讲到可以住饭店。住饭店有什么好处？住饭店大家都知道，饭店就是以最便利方便舒适为主嘛，而且它包含了所有的，包含水费啊、电费啊，对不对？水电网路整理清洁费用，这些管理费、停车费、早餐什么，这几乎洗衣健身你想得到很多东西啊，无形中你的生活成本会降低很多，对不对？你有地方运动，有地方洗澡，有地方甚至有地方游泳，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长租或短租一个饭店，有时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啊。就如果你东西不是很多的人啊，你可以考虑看看。像我之前啊，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也曾经试过这样，住了几天一个礼拜的那个饭店啊，或是公寓酒店，觉得还不错，因为也比较熟了嘛。说那如果我长租一个月，我就在那里住一个月，那这样要怎么算？要算多少钱？对不对？这时候你就有空间可以谈了，因为国外饭店有的房间很多啦，他那房间很多啊，他你如果长租啊，你
不用打扫的那么频繁，整理那么频繁，对不对？然后你又不用让那个平台，对不对？抽佣，你常住的话，其实这个价钱还是可以谈，还是有谈的空间、啊。大家如果有在国外暂时还找不到租公寓的时候啊，你可以参考这个一些饭店或是公寓式酒店啊，通常会省蛮多的、啊，会比你一直住单住那个外面的饭店啊，会节省蛮多。那现在国外我听过还有人是会住在船上，那种国外像阿姆斯特丹啊，或什么那个河边啊，有一些住在船屋啊，包含日本或中国大陆有人住在那个露营车啊，类似露营车那个上面啊，停在外面，天天停那种露营车那种。现在那个里面也做得很好啊，那里面哇，那个设备也规划很好、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美国退休的老夫妇啊，那种他们还会去怎样住在游轮上，对不对？因为他们算过啊，与其他要租屋或买屋啊，他还不如住在游轮还更划算、啊。很新型的方案，一些很奇怪的想法，给大家脑力激荡参考一下，对不对？好吧。接下来第三个看到一个新闻，中国情侣档来台十天玩到不想走，大赞台湾是绝佳生活之地。我记得现在的相关的规定是那个，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籍的，我记得是要在第三地，就是境外啊，国外啊，譬如说你是泰国或哪边的，你可以申请来台旅游14天的样子。我记得目前现阶段的方案是这样子，没错。啊，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不管是港澳的朋友啊，或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华人朋友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啊，真的蛮欢迎大家到台湾来看看，因为不然说台湾就一定说规划到的有多好，但是台湾州真的也是有它独特之处啊。台湾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夜市小吃嘛，虽然说现在东西不像以前那么便宜啦，现在吃起来说真的也不便宜啊，但是它还是有蛮多集合各地然后到台湾演变出来的一些小吃，包括它这个新闻里面讲到那个大肠包小肠啊，一些葱抓饼啊什么，这个其实说真的也算蛮有特色的、啊、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国外别的地方啊，不管哪怕你是华人的地方啊，一些唐人街什么的，你其实也不见得能吃到这些台湾口味的东西，包括早餐店的蛋饼啊，然后这些炸鸡台湾式的这些咸酥鸡炸鸡排，什么珍珠奶茶，这个还算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也还不容易找到这种相关口味。当然还有很多包含牛肉面啊、卤肉饭啊，对不对？蚵仔米线这些很多东西啊，这个都是你来台湾有机会啊可以试试看。不然台湾的这些面包糕点类啊，其实是做的真的不错啊，这个在国际比赛啊常常有得名的，所以我觉得来台湾这个吃肯定你会觉得很方便，没问题，因为台湾到处几乎到处都吃的，比较高档一点的那些大餐厅也有啊，饭店啊大餐厅也有啊，那你那个街边小巷啊，一些卖卤味的啊，路边摊的那个，对，卖一些鸡肉饭啊，什么米糕那些，其实很多啦，这很多真的，所以大家有机会来台湾啊，你不妨不要错过这些传统美食。那个台湾很方便，就是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是应该那个密度啊，我在国外看看那个密度啊，我看连日本也不见得有台湾的密度那么密、啊。台湾这个现在几乎所有的你家旁边方圆100公尺以内啊，很少没有超过几间便利商店的、啊，对不对？全家、Seven Eleven这个这很多，而且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是便利到已经几乎是全包了、啊，不管你要缴水电费，你要寄东西，对，这个很多在国外是绝不可思议啊！一间小小的便利商店，竟然在里面可以完成任何买到任何东西啊，完成任何事情啊，这个在国外很多地方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就像我弟那个 NEW 去欧洲啊，你在那个波兰的下雪天，在那个对不对？你要去哪里找一间那种便利商店，24小时，然后还提供这些服务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虽然我们常在嫌台湾有些东西啊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是没错啦，但是该有优点需要表扬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讲一下。然后包含说真的、啊、台湾的捷运啊，包含台湾的高铁啊，哪怕是台铁、啊、其实这些系统啊，这些其实说真的在国际上啊，我觉得也算做得算不错啊，真的不错了啦。那个包含整点率啊，干净度啊，这个舒适便捷度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它的一些指标啊也改进的越来越清楚了，那只是说有几点，我觉得我们也还需要再加强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外语的一些指示指标和外语服务的人力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加强一下。因为虽然现在在很多机场或那个车站啊，都有些游客服务中心，这个是很好啊，引导介绍的这些标识，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再加强一下，应该是会更好，对外国来的一些游客会更加方便。然后台湾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一个行人交通安全跟那个饭店房间
价住宿太贵，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两大比较需要改善的地方啊。包含这个人行道啊，这个行人走路的这个地方，如果能你路变得好走，人愿意出来走的时候，你旁边有卖咖啡，有卖甜点，有卖吃的，别人就会驻足停留，对不对？就会消费嘛。你们看日本啊、欧洲啊那些地方就好，对不对？他那个对不对？路上很多人在走啊，好走很多啦，真的好走很多啊，啊不会有大些杂物或是障碍物嘛。那你无形中在那边逛的时候，你就会顺便在那边消费嘛，所以就也带动当地的商机啊、公共设施啊这些，如果能再做更好一点哈，我觉得对台湾未来观光旅游发展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油努力，每个人都是台湾的观光大使啦。那个遇到外国人啊，遇到外国朋友的时候，有办法帮忙协助，我们尽量帮忙协助，让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嘛。他回去都会跟别人宣传啊，说来台湾遇到很多友善的人，热心帮忙，这个无形中也是宣传台湾的观光旅游优点嘛，对不对？好不好？好啦，那么这期影片就到这边了，大家记得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更多更精彩影片，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